即係恭喜曬咧，報貴頻道咧經已去到有100個 follow 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。嗱，去到500個 follow 嘅時候咧，好可能我都出現噶。好，我哋遲啲見啦。一个打火机，他差点猴命不保。不知道哪个心地善良的游客给猴妈妈投喂了一个打火机，他还以为今天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得到一瓶这么高档的饮料。小猴此时已经迫不及待想来一口，妈妈让他别这么猴急，毕竟这高档货可不容易打开。没办法，猴妈妈只能换嘴啃。然而不愧是好东西，包装质量也太好了，不像之前的垃圾饮料随便一拧就能打开。这东西真是猴生难得一见，看来里面装的玩意不简单。尽管他已经手脚并用，可打火机依旧纹丝未动。最后猴妈妈只能用秘密武器，直接用牙齿把它咬开。不过他万万没想到，牙齿都快崩了也没咬开。但他并没有选择就此放弃，反而拿起打火机仔细端详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机关。从他表情能看出满脸疑惑，心里估计在想，就一瓶饮料有没有必要设计这么复杂。在猴妈妈不懈努力撕咬下，终于咬到了打火机连接点，最后是点进这么一掰。好家伙，打火机盖子终于被打开了。当他打算尝尝这种神仙味道时，发现尝了个寂寞，里面的饮料根本没能倒出来。而小猴此时连打火机盖子都要浅尝一下，猴妈妈看着急坏了，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但放弃肯定是不可能放弃的，干脆让这破玩意面对疾风吧。最后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打火机直接爆炸，差点把猴妈妈送上西天。虽然猴命保住了，但是猴嘴估计得痛好几天。可能大家看完觉得很解气，不过希望大家不要去模仿，这场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我想我会开始想